国民党下午举行中常会，而这也是周日全代会前的最后一个中常会。不过国民党在5月17号确定来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之后，是风波不断。不仅这个民调在6月底的时候甚至是跌到了三角都蓝绿白的最后一名，成为老三，也要引发了党内许多人的焦虑。像是就不断的传出从7月初就有中常会听说要在这个中常会上来换侯，也因此让每一周的中常会都是这个大家都是相当的关注。而今天的党主席朱立伦在致辞的时候是说了重话，他说希望这些不团结党内的声音可以一起来团结支持自己的候选人。来听一段他的说法。我们一些党内的或者是我们内部的一些不团结或者是纷扰，这让民进党非常开心的在那边继续的庆贺，继续的准备迎接胜利。2024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团结一致，什么都可能。永远记住，我们大家都是团结的助力，而不是分裂的助力。我们永远记住，我们都要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。而今天下午中常会虽然没有人提案要换侯，不过也有常委表达意见，认为说这个侯友宜跟韩国瑜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，所以应该请党中央甚至是侯友宜这边要赶快的来做化解，这样党内才能进一步的团结。